人生可以有很多选择，你有想过你的未来是什么样子吗？你打算一直在这个地方等人回头赏识你？我倒要看看你，你在外面可以闯出什么名堂？全世界人都不可以看不起你，除了你自己。你帮我开公司，我等你。5月9号晚间9点，他们创业的那些鸟事。